投了，知道吧？你想不投就不要去想好不好？哎，真的是，你想不通，那你还去想干嘛嘛？你也跟我一样相信阿伟哥不行吗？好好的工作，对，我会好好工作啊。谢谢点赞，谢谢谢谢。没事的，我会想得开，我也相信阿伟哥。如果真的出了什么事，阿伟哥他就过了几个月了，他也。我相信他会来找我的，他不来找我，我的话我也就没办法。好好上班，好的，我会好好上班的。只是阿伟哥去的时间太长了。不要回老家吧，不会回老家的，不会回老家的啊。既然出来了，我们会在这外面好好挣钱，好好工作，等过年了再回去。但是等过年的时候，阿伟哥都应该还没有回来。过年都不回来，你看怎么可能这么久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是想不通了，知道吗？阿姨比阿姨聪明多了，阿姨都想得到。嗯，你们干嘛个个都这样说呢？你们就不要这样说好不好？你们也像我一样相信我，相信阿伟哥好不好？我自个想不得的，我自个想做不得的。谢谢点赞，谢谢谢谢。谢谢点赞，我们把赞再点起来啊，帅哥姐们，把赞再点起来。谢谢点赞啊，谢谢点赞。我们会支持你的，好的，谢谢你们的支持，还有谢谢你们为我加油，帅哥姐们，来，我们4600多个人，我们把赞再点起来好不好？然后还没有关注阿紫的，关注一下阿紫。谢谢点赞，谢谢谢谢，然后你们在公屏上打一波加油好不好？打一波加油，谢谢帅哥姐们，谢谢点赞，谢谢。对对，我会相信阿伟哥，对，阿紫加油，相信阿伟哥，好的，我会加油，我会加油加油的，在这里等阿伟哥回来。是啊，伟哥他那边事情突然就这样子了。唉，谢谢点赞，谢谢谢谢。几天没见了，我们都担心死了，不好意思啊，因为我这两天都有点忙，然后晚上就有点累，所以就没有直播，以后会好好的直播，好好的跟你们聊天，好好的工作，不会让你们担心了，帅哥姐们，不会让你们担心了啊！谢谢点赞，谢谢谢谢。啊，他肯定有事，对啊，他爸爸那边公司好像有什么事情了吧？嗯，没办法，我又帮不到，我又帮不了，我什么都不会，也没有钱，我什么都帮不了，我只能在这里等了，你们说我怎么办呢？对不对，帅哥姐们？谢谢点赞，谢谢谢谢。谢谢点赞，谢谢谢谢帅哥们，对，我们把赞再点起来吧，我们把赞点起来，然后我们4000多个人把赞再点起来。
来，帅哥姐们还没有关注阿紫的，关注一下阿紫好不好？然后还没有给阿紫点点赞赞的，点点赞赞，我们一起等阿伟哥回来，可以吗？你为什么不去？我去了，我也帮不了什么忙呀，对不对？还增加添乱，增加很多事情，麻烦，对不对？我去了也没用啊。谢谢点赞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唉，如果去相亲你怎么办？不会的不会的，不会去相亲的，我相信阿伟哥他不会去相亲的。阿紫好好工作。好的，我会好好工作啊，好好工作，我会好好加油好好工作，每天给你们拍拍视频给你们看呀，晚上给你们直播给你们聊天啊，那样子我会好好的。帅哥姐们你们就不要担心我了啊，然后阿紫现在会自己照顾自己，知道吗？帅哥姐们我不善，还有你们那么多人嘛，对不对？有福气，因为我长得胖嘛，我长得胖就这样子了呀。我们都要开心一点，开开心心的，每天在这里工作挣钱，努力加油，过好每一天，每天开开心心的，就时间过得就很快了，对不对，帅哥姐们？只有不开心，时间过得慢；只要一开心，我们时间会过得很快的，一下子就过去了，对不对？谢谢点赞，谢谢谢谢，阿紫加油，我会加油的啊，我会加油的。来，是帅哥姐们还没有给阿紫打关注的，给阿紫点点关注好不好？谢谢。对，还没有给阿紫点关注的，给阿紫点点关注。阿紫的粉丝已经是，我看一下，哦，十万了啊，破十万了，谢谢你们的关注，谢谢谢谢。每天开开心心的，好的，我会开开心心的啊，我会开开心心的。谢谢点赞，谢谢谢谢。我已经24岁了啊，我已经24岁了，我是99年的，帅哥姐嘛，我是99年的。来为阿紫加油好不好，帅哥姐嘛，我只要你们为我加油，我就会开心，我就会没有什么压力，我也觉得时间过得快。谢谢点赞，谢谢谢谢。对，我们还没有给阿紫点点赞赞的，把阿紫赞赞点起来，然后还没有给阿紫点关注的，把关注点起来啊！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的支持，谢谢。谢谢点关注，谢谢。阿紫加油，好的好的。别听你妹妹的话，好的，谢谢你们的关心，谢谢你们对阿紫的关心，谢谢帅哥姐们，谢谢。阿伟不会回来了，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不会回来的，不会不回来的。有可能他说，他虽然嘴巴上说几个月，有可能几天就回来了呢，对不对？有可能都没到几天就回来了呢，这是说不定的嘛，对不对？我们不管怎么样，都要往好的一面去想，不要去往坏的一面去想，知道吗，帅哥姐们？只要不管什么事情了，都要往好的一面去想的话，我们就会好，知道吧？一个做工资的，谢谢点赞，谢谢一姐做这大哥的，
谢谢哇，谢谢谢谢送的这个帽子，谢谢，好漂亮啊，谢谢啊，只要坚强起来。好的，我会坚强起来的啊，我会坚强起来的，谢谢谢谢，阿紫说的对，这几天就回来了。对呀、啊、所以呢我们要往好的一面去想，有可能都不要几个月呢，对不对？有可能不要几天呢，对不对？所以呢我们要一天一天的等，一天一天的等，一天一天的等阿伟哥回来，然后哎，反正我们大家都要往好的一面去想吧。我都没有那么想，你们就老是在锅边上打这样那样的，这样那样我会更伤心。我是真的知道吗，帅哥姐妹，你们这样说的话，啊，谢谢点赞，谢谢谢谢，阿紫加油，好的好的，我会加油，我会加油。我会加油，在这里等啊，伟哥回来。来，帅哥姐们，我们还没有关注阿紫的，关注一下阿紫好不好？还没有关注阿紫的，关注一下阿紫，谢谢谢谢，关注一下阿紫，我们一起来等阿伟哥回来吧，可以吗？可不可以？来，可以的话就打个可。